我跟你说啊，老婆，全世界一共有三大神车，就全球公认的，法拉利的马王拉法拉利，保时捷的918 Spider 是一个敞篷，还有就是迈凯伦的 P1， 就这十年 P1 依旧是我认为长得最帅的神车，没有之一。老公今儿到底干嘛来了？我跟你说啊，男人从来没有长大过，只是玩具变得越来越贵了啊。这东西啊 ，P1 就是大玩具。全世界这么多制造模型玩具的厂商，谁能有乐高积木这么个财力，把那个自己家的产品跟真车放一块儿，往一起合影？没人跟真车合影，全跟玩具合影，真狂！哎呀，我家里全是乐高的，谁家没有乐高积木？我准备整一房间全是收藏。可以啊，留给你儿子。你有儿子了吗？啊，这你别管。有女朋友了吗？啊，有女朋友了吗？请问这不该问的。老婆，你看啊，咱们面前这一块跟真车是一模一样的，甚至连发动机、变速箱这大 V8 全给说出来，给你演示一遍啊。哦，真车8缸98缸，看到了吗？价值好几百万的米茶，配色也好，感觉也好，质感也好，其实都是人类工业的体现。看见这个发动机这个内部构造一模一样，1:8系列我们又迎来了第五位。前面我们全有布加迪，然后保时捷的 RSR 的赛车，然后法拉利的 SP3， 还有牛的 CN。 哎，现在迈凯伦 P1 已经来了，最帅的啊，就我最喜欢就是这后屁股，你看一眼，888这就抬起来了，这就是赛道模式。但是你知道赛道模式真车还有一点会变成什么吗？真车会整体的往下降，它会变成这样。我这也做出来，悬挂也有，你受得了？如果你买不了真的 P1， 你就买一个乐高模型 P1。说真的啊，你看这乐高机械组这发动机的结构啊，真的是太细节了。你看这进气歧管、尾部的排气管，连这个用来散热的金箔都做了特殊的处理。为了真实的还原啊，全新开发的外置后叉臂零件啊，还有这 P1 的悬挂部分都带有弹簧，这回弹的手感真的没得说。副驾呢有每一个的专属标识啊，你看我这是096162，不是每一个男孩都能开得起真的 P1 的，因为那东西实在太贵了。但是乐高模型，哎，你触手可得。